ODB Super Channel. TVB Super Channel.上面天气还不错，不晓得各位下面天气怎么样。Roger， 我是吴连真，我现在正在外太空接受 NASA 的委托跟 TVBS 的委托，为各位观察一个台风的路径。骗你的啦，不可能。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用一个科学方法的讲法是在东经121度31分4秒跟北纬25度5分45秒的交汇处。这样的一个讲法可能你也不懂，其实讲简单一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基和路的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我为什么要看一下这个单位的 title 呢？因为这样的一个馆事实上是在今年，也就1997年7月才是开馆的。根据以前我们经验，对台北市政府的有关天文台的记忆，大概只是盐山饭店前面那一栋圆拱形的一个建筑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至少我没有去过。但是今年七月，我想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规划之下，有一栋新的建筑物，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它提供给台北市民以及全省的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也就是说，把天文这么奥妙一种学问，透过展示或是观测，或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视听的方法，能够做一种初步的或是更深奥的了解。即便不是如此，也可以引发一些可能某些对天文学并不这么清楚的某些人的兴趣。就像各位刚刚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小朋友来，也很多老朋友来，甚至门外还有人在太空梭的模型前面拍结婚照，这个用途可真多啊。我想就像刚刚我踏进这个馆一样，我觉得这几年来整个的公共的设施的设计跟演进，都让我们觉得慢慢有点意外的惊喜吧。以前我们透过某些东西了解一种学问，比如说像博物馆都是死死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它是五颜六色的，它是讲求效率的，或是不是提供了教育之外的某种娱乐。所以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来这边走走，当然不是你一个人，你可以带着你的小孩或者你的孙子一起来。才农历八月初，汉坑里却就到处看得见黄橙疹的柿饼，空气中隐约浮荡着属于秋天的柿饼涩涩甜甜的清香。汉坑里，一个或许大多数人都陌生的地方，然而却是全台湾95%以上的柿饼的出产地，而且历史可以追溯到100-200年前。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时候非常喜欢客人来，当然爸爸妈妈就很怕客人来，因为住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客人一来要张罗，马上张罗一餐给他们吃，很不容易。我记得那时候桌子上通常出现的菜是罐头的鱼、三文鱼啊，里面有番茄汁那一种，还有冬粉煮鸭蛋，反正这些东西大概是你可以从杂货店马上拿到的东西。同样的，客人带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就是小孩最喜欢的部分。其实比较起现在，简直是
没什么意思啊。当然对我这种年纪的人充满了一种怀古的宽慰。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盘手通常是跟季节有关的，因为整个食品工业并不是非常发达，所以通常是台湾传统的就地取材制造的能够保留下来的东西。讲这么复杂，其实就是说很多东西把它晒干了，或者很多东西把它弄得可以长久保存的，比如大家可以知道菱莺瓜嘛，哈，龙眼晒干了，这样大家玩得很，吃得很高兴，也玩得很高兴。为什么？龙眼干吃完之后，那个龙眼籽还可以玩，这样。要不然就是一人分5个龙眼干，然后大家用龙眼干，龙眼的碰龙眼，看谁的龙眼壳被碰凹下去的那个就输，再给我一个，反正希望获得很多，然后得到的东西都是很珍贵。那有一样食品，我想比龙眼干还昂贵。如果客人带那种东西来，会觉得非常高兴。很久没有看到，叫做奇贵，它国语叫做柿饼。几年没有看到它了，然后没想到台湾竟然还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在制造柿饼的。当然，制造柿饼的地方并不是出产柿子的地方，它变成一个加工的中心。不过看到这样的东西，还是让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人生最后一次买柿饼是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国中，我们以前叫初中，毕业旅行的时候到南部去玩，不晓得带什么东西回家，就买了一袋的柿饼，记得还蛮贵的。现在不管它贵不贵，我想每个人都买得起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去买它，可是还是有人在做它。我们到一个台湾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吧，一个柿饼加工出口区。1997年9月5日早上，当我们走进新竹的汉坑里的时候，只觉得秋天的感觉在这里似乎特别早，也特别冷。才农历八月初，汉坑里却就到处看得见黄澄澄的柿饼。空气中隐约浮荡着属于秋天的柿饼涩涩甜甜的清香。汉坑里，一个或许大多数人都陌生的地方，然而却是全台湾95%以上的柿饼的出产地，而且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年前。汉坑顾名思义，好像就是一个水少的地方，加上每年秋冬两季持续的东北季风，更是让柿子自然干燥的最佳利器。所以时序才一入秋，汉坑里大部分的人手里接触的、眼睛看到的、鼻子闻到的，便全部都是柿子，对不对？然后从我娃做，我阿公、我老爸阿公，我都要四代人了。替柿子削皮大概是柿饼制造过程中最费工的部分，不过常年工作下来，7-8秒钟削好一个柿子，好像是汉坑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技能，不过看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可成了绝技。像这样的哈，看起来就简单了哈。大家知道，我要看着小组的慧金小姐近乎愚笨的手法，张家的爸爸可乐了。你练多久？哇！伊做伊妈妈巴肚内底就开始做啊，阿无变人就做会晓。能这样削一天削几颗啊？100斤。那你以前不就每天手都没停过，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吗？有啊，这个休息啊，这天天休息啊，一样啊，对不对？开杠啊，聊天啊。削好了柿子，
经过日晒风干就大功告成。说来容易的过程，平均却需要10天以上的功夫，而且每天都得一个一个给予适时而且适度的抚摸按摩。抚摸按摩除了让柿子里面的涩水加速蒸发之外，我想也得兼做一点柿饼的塑身美容工作。至于力道大小跟拿捏的技巧，则全凭经验。不过专挑软柿子捏这句俗话在这里可讲不通，因为硬柿子才需要多捏捏，而且要用力捏。最怕晚上，白天不怕，晚上你在睡觉两三点的时候，正好睡的时候，哇，那下起一阵毛毛雨，你就跑得不得了，简直可以跟奥林匹克比。当天天气很不稳定，时阴时雨，张家的柿子也因此不停地推进退出，才怀疑是不是小组哪个工作人员命中带水，坏了旱坑这两个字的名声。没想到老里长却给了旱坑这两个字正确而听来有点心酸的解释还有历史。原来旱坑并不是少雨，而是整个村子的地质结构上有点问题，由于大部分的地表都被岩石覆盖，所以存不了水，井挖再深也没有用。住在旱坑里哦，要查某很很惊啦，条子那么严嘛。做事情这么赚钱？赚钱，但是挑水啊！你这张新娘来这旱坑里挑水，挑那么远啊，还很怕。所以旱坑里出很多那个什么马拉松选手啊。后来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发现了一处水脉，于是千里就靠着这个唯一的一口井为生。旱坑的名字是这样来的。现在饮水问题早已经解决了，不过井一直都在，人们还在里头养了鱼，留着除了缅怀，好像还有感激。很新颖，很像哦。我这走啦，桥卡安尼坐咧，啊桥卡你看，桥卡啊对面的山哦，即摆树啊生起来无较早，啊伊伊咧，米人造酱。做好这个水人比较漂亮，对地理师说的啦。有这个故事。自古缺水，但是村人们怕吸我铁，一定有其他道理。果然，老里长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传说是一个好地理，名叫美女造镜。美女造镜的好地理到底能生出什么秀子贤孙？老里长说不知道。至于是不是真的出美女，老里长到自嘲地说，乡下人哪有什么美女，每天做柿饼，手上身上都是起阿甲，黄一块黑一块，洗得干净就不错了。老里长说，一家会做的查某就是水了。这句话让我想起一句广告词，叫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不过我们更诧异的是，旱坑里出柿饼，可是却很少见到柿子树。老里长说，以前满山满谷都是，光复后外销柑橘价格极好，荔枝所趋，全村就去柿换柑，所以现在柿饼原料大多是来自嘉义、台东一带。随着柿子由南而北不同的成熟期，旱坑里从秋初得一直忙到来年的一月，所以他们说全村人是做三个月吃一年。午后天气突然又飘起了雨，张家儿子急忙把才推出去十分钟不到的柿饼再退回来，然后无怨无悔地坐下来继续削着柿子皮，可是不时瞄着屋外，等待雨停，等待日出，或者等待风起。三个月里头他都得如此的激动，如此紧绷，不过因为是生活吧，所以只能如此无怨无悔。柿子熟了就是秋天，而在旱坑里一年似乎也只有这么一个季节，三个月的秋收劳动休息，然后等待另外一次柿子成熟，等待另外一个秋天的来临。早早见美了，然而
才刚新盖的临时屋也被打了一个叉，意思是即将再拆。最近村子里面的人习惯了也是惯起的后，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两种，一种似乎是对生活方式的习惯，另外一种听在我们的耳里，仿佛是台湾人对各级政府朝令夕改那种无奈的习惯。台湾人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这个村子哈，就是我就说二十年前在这边，等于是我第一个人类学田野嘛，那也是我跟台湾文化在第一次最深刻接触的一个点哈，又是我自己真的是婆家啊，所以这村落那个经过了二十年以后，忽然听说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比如说这样快速道路要建起来，我觉得可能也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也是为这个台湾。就是许许多多像类似像这样子命运的村落哈，可能给他们做一点记录。台湾每天都在改变着，改变某些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你不知不觉的状态中进行的，有的却如晴天霹雳般，在一个政策、一个计划之下彻底改变，改变一个聚落、一群人的情感、生活习惯，甚至人生的态度。台中南屯的劳促征，就因为彰滨东西向快速道路掠过，因此在短短两年间，不管在面貌或者生活内在，都有了令人不知所措的变迁。胡台丽，劳促征的新妇，两年来，她用镜头，用自己的情感，也用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记录了这样的变迁。然后，在1997年9月，在劳促征首映。你关起门来，那个我等了，我煮的菜料没？对、欸、啊，哦、欸，你、欸、当时现在做做点烟啊？没有。哦，来款哈、哦。哦。哦，一定要来哦。哦。哦，一定要来。村子改变了，所幸人跟人间的情感还在。村子里面的新妇拍电影回来演，怕椅子不够，亲友一同搬出久已经不用的椅子，彻底洗刷。他们将接待的是往日的邻居，而今天这个晚上是客人。生活有敢有啥物改变？嘛无啊，嘛无。同款啦，同款哦。嘿，以前在迄公务的吼，迄放下啊，迄类，爱用个遥控器门较麻烦啊，那呢。哦。上来跟人家做干嘛的？拢无啊，拢无讲我听。真个都那个跳了啊，人个，人拢走走掉啊。刚无想讲要搁开另外一间。哇。头尾听真唔甘，啊！佮了后听了，咱听了嘛好嘞，安尼先做。啊！你要感觉讲，你一世人安尼做工课啊，到尾啊，啥物拢无安尼？嘿嘿，怎么拢无做啊？哈哈，村人安做啊？老杂货店没了，然而才刚新盖的临时屋也被打了一个叉，意思是即将再拆。最近村子里面的人习惯了也是惯起的后。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两种，一种似乎是对生活方式的习惯，另外一种听在我们的耳里，仿佛是台湾人对各级政府朝令夕改那种无奈的习惯。当时是讲，厝内这条是要规划征收啦，但是尾下都有一挂人反对了，啊，暂时还佫还袂实施啦，啊，就暂时才大者，还无这厝内。但是起啊功夫的三六年啊，搁拆掉废废气的。对啊。你来想，我一世人安尼住，你就只要创一个厝来，已经半老了，啊，搁拆一盖已经老了，要哪个拆？这政府做代志当时啊啦，伊我想无哪真平衡，大家拢真公平啦。算好歹运的听无？人较早讲一句讲好运的就三啊，歹运的就烦恼了。我来考虑就对了。这地皮厝安尼大，敢会足热？较热。哦，啊，
到老爸阿妈在创创进去。惯习就好啦。惯习就好，我们大汉拢惯习就好。又是一句惯习的后，如今大部分仍然留着的饶厝镇的村民，就住在临时性的铁皮屋里，做他们的营生。前者叫无奈，后者就叫惯习，不叫生活。想着要歪起啊，啥啊歪起啊？啊，袂好啊！啊，田都政府收起啊，无是讲割过就田恁了啊。啊，地卖了啊，田嘛卖啊。哎，地我都先卖啊，卖掉去刷刷归回去啊。歪歪讲多只安尼。啊，对啊，歪多只就是啊。歪。下山了，电影即将上演，留着的或远离村子的人都来了，来叙旧，人跟人叙旧，人跟影片里的所呈现的村子的过去叙旧。我要来看阿台的，阿台的，看阿台的。不怪伊啊，无人看，不便宜啊，无人看。你也当你啊，刚来了没有？怎么做啦？你们出来啊啦？对啊。啊，老师，等下后盖你看的变做几块呀？你都唔食的吗？你好厉害！电影持续上演着，群众持续兴致勃勃的看着。无论影片中的自己当时是如何的无奈，或者几十年的老屋如何在几分钟之内走进历史，而此刻的他们看起来仿佛都在看另一群人的历史还有过去。谢谢我李进啦，讲真啦，你咁拍这好正经的一种纪录片，你讲我啦，食到老，这个纪录嘛是红快快老啦，现在才知道这老厝镇啊有什么变迁，现在过来。啊，今天给你翕的吼，迄翕了就无啥好，就无现在对。我下过年去到遐就拍摄，拍摄了就无进来对，拍摄。虽然娃娃上嘴里说没关系没关系，但胡台丽的抱憾是真诚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也了解，没有被记录的，没有剪进影片的，都将在可见的未来里被遗忘，不再记忆。或许这样的说法会让你伤感，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总觉得至少饶厝镇还留下一段记录，可以重建既往的点点滴滴。该伤感的却是多数已然改变或正在不知不觉改变中的台湾人，还有台湾。太阳升起，另外一个明天成了今天，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纯功能的、没有美感的饶厝镇，一如现在台湾。然而，昨天的台湾，原先的容貌跟原先的情感，我们到底记忆了多少？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的我一样非常痛恨镜子，有一度很想把浴室那种水槽上面的镜子拿掉，因为知道自己已然苍老，所以不喜欢照镜子。但是水槽上面的镜子是在你不知不觉间，比如说你在刷牙的时候会看到它，然后会觉得惊恐，一直觉得岁月怎堪如此在你不知不觉中消失。我讲的不是笑话，是真的。我想台湾的很多城镇在你不知不觉中忽然变成一样的面貌，而这个整个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好像没有记忆，因为它是一丁一点在演变的。你不晓得它一条街道什么时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从中间几乎没有记忆，甚至
你知道了，你想去转述都不晓得，因为整个细节你都忘记了。所幸台湾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特别的技巧或是兴趣，他拿着摄影机记录了一个村镇的转变。像胡台丽小姐，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人类学家，她曾经拍过非常多的纪录片，比如说大家所知道，她曾经用自己的观点，用男女人的观点去拍了有关男女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一次她转换了方向，她用摄影机去拍摄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地方，她的婆家，去记录一个村庄，因为快速道路的经过，或是因为整个工商的兴起，整个旧的建筑，甚至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的过程。然后他把这个影片拿回去，放给被记录的人看。我想我们一起去看这个影片之外，我们也想看看被记录者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又怎样，或者这部影片留给他们的感动是什么，或者遗憾是什么，或者反省呢？咱这个人啊，我来伫山顶。看到任何人，哇，还足亲切，足欢喜，一年啦，找到同奖，对，找到同奖。啊，你伫多次情况，我怎啊伫台北，我甲一个人，我表示我的这个啊，你打个招呼，你笑，嘿，啊，无就唔知道要甲我创啥，哦，啊，所以人愈近，啊，实际迄个咕噜噜，啊，你伫山内底，尤其阮个像阮较早咧带学生吼，我上爱咧看一个人哈，带去山顶。一个人在迄种危险的所在，在安尼体力啦、精神啦，拢在上这个极限的时阵哦，迄阵一个人的这个德性一览无遗，这个看得上清楚。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摄影棚的这位朋友，我想我是跟观众朋友一样第一次看到他，不过认识他之前已经看过他很多写的东西了。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他的笔名，不然他的名字也太巧妙了，因为这个名字好像跟他后来写的东西是相关的，他名字好像注定说他要做的事情跟山或是什么东西都有关系。我想几年来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他写了非常多有关台湾生态或是高山上面的文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朋友好像蛮冲的那种感觉，觉得台湾有这么冲啊，那种冲是可以看出他对台湾整个环境或什么那种急切。后来自己认识了另外一个生态摄影家陈叶霞小姐，没想到我到那时候才知道这两个人原来是夫妻，而且你会想象这样一对夫妻几乎把他们大部分的生活时间是放在台湾的很多高山上。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天哪，那小孩子怎么办？我想台湾其实可爱，就是有些人会选择一个他认为重要或者他认为有趣的事情，而把所有的时间放进去，至于他能得到什么效果，只能在他的文字的情绪里面看得出来那样的急切。但是怎样整个工作的过程，我想他不会去要求该有怎么样的报酬或是什么样的名利吧。今天在我们摄影棚呢，就是这位先生陈义峰先生。把陈义峰应该是你的本名了哈，不是笔名嘛，笔名嘛哈，不是哈。啊，奇怪，这个名来，忽然一看拢山嘛哈，义你也想到义峰，其实用想义山嘛。哦，啊，这个物件，甲你迄个，你的名，甲你后摆行入这个台湾，是讲山的迄个报道，还是讲环境的报道有何关系？无关系哦。真侪人，像我咧教植物哈，教这个植物，啊，人拢问我讲啊，这个树啊叫啥物名？这个草叫啥物名？啊，我甲讲啥物名了，伊拢佮问讲，是安怎叫做安尼？这个时阵我的回答是，你叫做啥？伊讲伊有这猫咪啦，我啊你想啊叫做猫咪啦，啊这是同款的道理嘛，明明是一个 symbol 一个符号尔嘛，并无讲代表，这是一个巧合，巧合，但是人生就是拢巧合例外，要有什么的？啊，但是问题是啊，你当初去读，一开始去读这个物件哈，比如讲你干嘛读职研所无哈，你这个选择当然是一个选择嘛，也不是巧合嘛，啊你为什么现在来做这款选择？因为我自高中我读真侪只铁学历史铁学的物件，
啊，太太感觉讲，咱这个尤其这东方文化吼，迄自我中心，迄个人本霸道有够强。啊，这强加的买啊，你说找袂出，交迄西方的迄个系统化的这个铁塔无同款。啊，伊较着重在人就是讲唯心论这类的物件嘛。啊，我也太太个感觉讲，这袂出脱的，是讲。看来吼，我过去，我来行这了解整个，因为地球上遐侪亿，而且生命，唔是干那你人一种哩吼，咱透过着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整个这个生态的问题。我迄阵家己讲，我差不多到50岁，才阁倒转来读册啦。啊，即马确实的啊，有这个感觉。我就想，迄阵就惊讲，迄个伊甲这个动物吼，迄个血淋淋的吼，我就感觉也是选植物，所以我是第一志愿的。哦，你第一志愿选，我在台湾真少啦，真少人这里面确知影讲我第一志愿是啥物，是第一志愿安尼。迄阵我们读的时，也无啥物在讲啥物生态啊，啊是，我读了出来，才台湾开始在烧这个生态的物件。啊，所以我就要出来问这个问题，讲你是现在那是开始当最开始第一你。当时开始讲要对台湾现在进行一番了解，还是讲去保护的观念出来？保护这是安尼，因为你对事实愈了解，阮读其他的人吼，本身是爱重视一个这个真心嘛。啊，亲像最近我这几年吼，又搁对人生的这个看法。人生就是讲咧追求是意义，其他阮咧学历咧追求的是所谓真理。这个真理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真理跟意义是不一样的。那真理呢？到现在人类能够找出来，就是说像1=mc平方，m1g1=m2g2，三角形两边平方和等于第三边，这放到哪里，在一个系统化，这个颠扑不破，这种叫做真理嘛。但是意义呢？人生内底呢，你找未出真理的道理嘛。人生。追求的是意义，不是真理，但是追求真理也是人生的意义的一部分。我迄阵就是讲对这個现实，甲着这个愈对台湾愈了解，10-20年伫走的时候，愈看的这个现象，甲着讲咱这个政治文宣呐，所有只台湾人咧讲的物件，完全会变。愈看愈，而且你迄阵讲到台湾的，阮咧读册的时候讲到台湾的时候，台湾迄阵袂使写日本时代，袂使写时代。迄个代就是代表朝代成年意义，一定爱讲日记，这种欧扣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子的，迄阵是也真正爱的，所以迄阵对台湾哈，对台湾的物件本身有某一种程度的这排斥，你渐渐看了呢，你嚯，迄鬼啊，你就看迄森林在咧吞打，在咧迄个，你冻袂掉嘛，我感觉是真怨叹，真古怪的讲，是安怎这侪十年来，台湾山安尼暖了了的时阵，才读一本来读。林海在创啥笑？这就是一个属性嘛。因为你对这个属性所发出来，你若要追求一个真，你必须要去考虑到你所看到的这现象。要讲讲，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答案来的，你到到尾你发觉拢假，拢好笑，拢骗人。伫这内底就是讲，是安怎行入这个，其实人生无讲遐侪目的论呐。但是起码你甲入去了，了解了，对种种的体会。生命每一阶段，拢有每一阶段的一挂，让你感觉是真，也是一种意义的这个掌握。所以讲，即个确定来讲，迄当吼，即摆看电视的听，观众朋友知影，讲你经过这几十年咧，台湾咧状况吼，山顶也是讲环境的迄个了解。你认为台湾迄环境的破坏了，上大危机可能是啥物件？其实这是全世界性，但我感觉讲。亲像我看阿诺电影咧表现出来，迄魔鬼终结者，你追求人生追求的，即个科技搁较发展到上尾啊，就是像伊个 T1000型迄种机器人，迄种所有你想会到的完美、完美都有了，只有一点没有，无花无目屎，差别是安尼尔。我感觉，那么对我来讲，真正台湾森林环境破坏到这么严重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咱失掉。什么叫做人？咱无人性，咱无情，咱无去发觉讲咱的感受的真实的物件。若要讲遐环境的物件，坦白讲，我写7-8本，写10+本啊，我无爱讲啊。所以有人讲，你看主要在定下写，讲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伊也无法度去感觉四季的变化。
我倒去感觉热天的风、沉春天的风无同款，秋天的风无同款，还是讲一个寒天一阵雨落来，心情会歹啊。无迄个感动的时阵，这个人基本上已经失去有真重要一部分。我感觉是感情嘛哈。你有同意这款讲话啦？是讲你人你山顶的时阵感觉是较贴合山区的物件，迄种感觉。对了，这是但是吼，咱咧讲的这意义内底，普通咱咧讲的一寡经历感觉，迄是一种比拟、甲期待、甲想象。嗯。啊，甲迄个西方咧讲的迄经历性的对比拢无同款。嗯。但我今仔日当讲几个例吼，咱用上对上简单的开始。嗯。咱这个人啊，我若伫山顶。看到任何人，哇，还足亲切，一年啦，找到感情，对，找到感情。啊，你伫多次情况，我即摆伫台北，我甲一个人，我表示我的这个啊，你打个招呼，你笑，嘿，啊，无就唔知要甲我创啥，哦，啊，所以人愈近，啊，实际迄个距愈远。啊，你伫山内底，尤其阮个像阮较早咧带学生吼，我上爱咧看一个人吼，带去山顶。一个人伫迄种危险的所在，伫安尼体力啦、精神啦，拢伫上这个极限的时阵哦，迄阵一个人的这个德性啊，一览无遗，这个看得上清楚。我感觉直接到时会当提供一寡，就是讲我本身伫山顶的舒克家，伫主人家的这个舒克内底，像我第一遍去爬迄个鼻头角呀，哎，鼻头角，啊，迄阵顶管有一块石头，足突出的。我因为迄顶管是长稀有植物，即台湾海藻，我硬要扛起去慢去长诶标本着着。啊，你扛过程，我差点摔落来咧吼。啊，爬去到这個山头啊，啊，这徛咧时，迄第一个感觉是啥呢？嘿，你看了下底都话要惊死咧吼。以前第一感觉，哎呀，这生命是足脆弱啦。哦，你看随时安尼嘛死，啊，真正你坐厝诶嘛死，站着诶嘛死，你食顿饭嘛翘诶咧吼。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第一个好感受到的，爬到那个最高点的第一个感受是人的渺小跟生命的脆弱。但是我徛来了，安尼看风，安尼看，哎，到尾是孔子在讲讲登泰山而小天下，哎，一种安尼，忽然间呢，感觉有一种物件，对脚起来，经过心中，对头起来，安尼，迄阵喊出啊，活着真好，所以第二个感受是迄种生命的一种尊严感就出来。后来我像我伫垦丁咧调查足侪物件，调查每一粒山头伫咧爬去到迄大尖山，迄算做小山啦吼。伫个山头，啊，我坐伫遐工课做了调查，看对我住的所在，到我办公室的所在，差别拄啊哈呐，无一粒迄，只几个一点点啊。忽然迄阵忽然间丢给我一个荒谬感，我每下早八点。上班上到十二点，对家走来家，家走来家，啊拿迄卡通影片无声音，甲摕掉的是，你甲电视所有画面的迄个声音拿掉的那个荒谬感就是那个样子啦。啊，你底下看咧，你我咧想啊，我咧创啥潲？我到底在干什么？底下也忽然想讲，我就开始思考起来，我伫咧做工课，因为我咧做代志拢敢那笑的，赶快伫咧拼嘛。啊，我底下拼到要死的时，我所为何来？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是安那拼，因为我会当得到啥？得到人的肯定，互我声，得到我想要爱所有的这个名利等等。但是呢，今天这些外在的东西如果不见的时候，我凭什么走下去？过去台湾人，这个在种的甘蔗吼，爱甘蔗修行了，爱用迄石磨啊落去磨嘛吼。啊，甲迄甘蔗用落去磨做铺，啊，迄汁汁去做迄糖用迄土罐啊堆起来，甲吸起来，啊，固来吼，顶管较白或者白糖，较一堆是咧乌糖嘛。啊，但是是虾米人要去拖这石磨？用牛到空空干啊，要底下甲你拖。结果咧，台湾人真巧，甲这牛的这个头前拔一支这个竹篙啊，竹篙下底垂一个迄甘蔗尾。啊，即摆这个骨碌呢，爱拄啊好哦。这牛想要食迄，啊就行，啊行伊就会晃动吼，啊有当啊来吼夹一嘴啊，有当啊就无呢吼。啊就安尼，啊咱一个这个甘蔗尾呢，迄只牛就底下食几啊日嘛，食真久啊。啊，今仔日卡叔讲，我要做的代志，那是因为是一个外在的原因，就是亲像迄只牛的即百草同款呢。有一天食了啊，无去啊，请问我家己要？继续行落去，所以对十多年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必须要为着我所存在要做的代志，找出一个内在的这个意义。
哦，即伫山头顶，阮定定去。啊，到到即阵的这个时阵呢，即个时刻又可无啥感觉。嗯，一直伫咧这个变化。啊，即摆情况，你即摆讲，你即摆想想要做的代志，就讲你阿讲，是支持吼，你讲要甲这条路一直行落去，无吼，你无去考虑外在的物件，迄点是啥物件？迄是一种吼。我感觉一种，敢那一个人一世人内底，哦，每一个人一二十岁啊，二十外岁啊，拢有一个，敢那西方咧讲有一个叫做特殊的时期啊。嗯，这一般来讲是讲一个意义的追求，甲真理的这個追求嘛。嗯、我拄啊一开始我讲过，讲即马我发觉这两项是无同款的物件。嗯，啊过去追求这個真理，像我过去我伫山内吼，嘿，咱读册来讲吼。啊，读读嘞，啊，甲你实际去看去验证的迄欢喜，迄无同款嘛。嗯。啊，较早我读做呀，我做嘞，才发觉一挂道理是，教科书伊不够偶尔，甚至教科书嘛唔对嘛。嗯。啊，迄种嘞，就是你常常咧发现的这个快乐。嗯。哦，迄个时期就是上少年的时阵，即即马我来看到一挂年轻的在读这研究所的吼。嗯。我讲恁读册做研究，若无做甲立功吼，迄种假。嗯。啊！你那咧开始掠工哦，你有啥问题你来找我，嗯、我想尽办法来斗相共，因为一世人上难得的就是这段时间。对。啊，这个阶段过了，你对这个意义的这追求，像迄阵我感觉讲，若去山内的时候，哦，迄个安尼是安尼，我家己形容讲，跟真理拔背而行。嗯。什么叫真理？我的好兄弟啦，嗯、我那是出去，因为你定定发现嘛。所以会当了解讲，阿基米德讲发现菩提原理讲，未记你前头咱走去甲国王讲，这是第一阶段，也是上这个天津的这个时阵。第二阶段，我是发现事实甲这有所无同款的时候，发现就是人世间的种这外部的道理，就激烈的这种控制运动啦，环境运动也好啦，甚至尾也参加这政治运动内底。嗯。第三阶段呢，我即马又个感觉讲，所有家内底呢，会透过着这个较时空，尤其对这演化超越着这人的历史的这个看法来看这个。我真个想法是咧，我真想要甲所有的我所在的物件呢，啊，哪会当讲这社会也小可用得着的时候，全部拢弹出来。嗯。所以我即马办一个这个，因为看到台湾这个像迄贺博灾变家啦，阮讲十多年啊，预测十多年啊，即会有嘴讲甲无烂，迄实在是会臭干胶啊，拢所有的办法啦，拢用过啊。但是你一件一件，即马会愈来愈严重。嗯。啊，在这个情形之下，唔是讲你独善其身，你得改爽快的物件嘛？哎，我真个想法是讲，即下我真个阶段要改这个物件，尽量像我换电瓶翕二十多年。即对国外、迄个国内、对这个所有即真无容易，对空中、迄个水底的物件，我即卖要办这种生态营，只要即大家关心环境的人来，我规套安尼连续吼教，切和参考，换成片 copy 好，唔是今仔唔是我一个讲有效，我唔忙搁较济人，所有人。我希望在这五六年，像用我翕一种植物，我会当互你看一两百张同一种对生甲死、对枝甲伊整个安尼开花期的这個整个过程。嗯，啊，加我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去，我即摆想讲，走，你若有兴趣，拢互你。嗯，好、哦，我这五六年，哪会当用五六年时间，甲我二十年的物件清仓清掉？哦，因为我真一个感受。棺材来底的什么人？嗯，无底高人，无底善恰人，无底有钱的人，无底总统，无底乞丐，干那底死人。是啊，嗯、是啊，你同款的道理啊。今仔我有啥？无，我什么嘛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直接来底，但是我要追求一种意义，怎样在这自然界内底种的这想法，我唔盲讲，会当有这种欢喜，这种感情，有人会当交咱分享。啊、是安尼尔，嗯，啊，啊，家我若清了，我要来读替他，嗯，哎，过来，我要来读替他。哦，多谢你今日甲阮分享。我最近嘛咧想讲，过到即款年纪了，我即款是要从啥物件支持我往前走啊、欸？不过吼、喔，不过我感觉要一件吼，迄、个我一个助理啦吼，叫我出伊个完全就是讲拢无伫山内，啊，出去外惊死，啊，有到一边，我去大坑，迄叶啊全部拢变成金黄色的时阵。啊！伊本来对我真艰苦，但迄天忽然间走来讲：“老师啊，老师啊，我跟你讲，
哦，那个我被那个落叶掉下来击中脸颊的感觉真好。那这是大家怕光骨算了。那个时候的那个哦，气候落叶现的脆皮感觉加速。嗯，所以我感觉在这主人家来的，不管如何，会当得到咱人生、咱人类上关系、上基础的一种感情，快乐加欢喜。你这个季节变化的秋天，等于人等于哀伤的天气，讲起来实在，这个时机够啊，够啊！好，谢谢，谢谢。哎，小刘姐，台湾人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巧合，也许是哦，对不起，我宁愿这样相信着，也许相信着台湾这样的人很多。这一集我们同时看到胡台丽小姐跟陈玉峰先生，他们为他们的工作所付出的心力，还有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的那种美丽的感觉。我所谓的美丽是多多少少都记录了台湾的某些点点滴滴，最主要是他们对他们工作那种无怨无悔跟。怎么讲？那种骄傲，或是那种衷心喜悦的感觉。常常这样觉得，我们在所有的媒体上面，或是我们的朋友的嘴巴里面听到，都是充满对台湾的批判，或是对别人的所作所为的那种相反的意见。但所幸，台湾总有更多的人是为自己的工作。或者为着记录台湾某些残存的，或是在但是可能在未来会消失的某些东西所付出的心力，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东西得以留下来。是因为这样，我们还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可爱的脸，跟那种充满自信或者充满愉悦的眼神。因为我不敢想象，如果台湾都是充满着对别人的所作所为的批判的时候，我们走到街上会看到多么恐怖的脸孔或是眼光。就像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人一样，没有开玩笑的。节目已到尾声，但是在此还是期待着，几个观众朋友能够把你们家乡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你透过信件或者 email， 我们还在期待，因为能在这个节目播出，我想除了我们高兴之外，很多看电视的人很高兴吧。也许 TVS 如果。还有那样的心，也许可以把这个节目在我们都已经百年身后的未来放给我们的子孙看。我这样衷心的期待着。算了，不知道那时候 TVBS 还存不存在？哎，没有。以上所讲的不代表本台立场。节目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我们下礼拜一再见，拜拜。